然后咱们简单切点葱姜啊。首先咱们切点红葱段，还准备块姜，首先给锅里边稍微打点油，油温两三成热，咱们把葱姜给它下到锅中，简单咱们给它煸炒一下。然后给里边来勺郫县豆瓣酱，来勺辣妹子辣椒酱，小火，咱们简单给它煸炒，煸炒一下，炒香，炒出红油。然后来点生抽，给它倒到锅中。然后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白芷、草果、肉蔻，再来一点点小丁香、干辣椒，来一点点老抽、盐，来给锅里边稍微来点蚝油，盖盖小火，咱们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。切点胡萝卜丝儿，水萝卜丝儿，然后来点粗辣椒面，来点小芝麻，一勺花椒粉，再来点盐，来点香油，然后给上边泼上热油，淋点陈醋，然后给里边来点这个生抽，里边没有麻酱了，来点这个，这样这种他们拌好的这种芝麻酱，给里边来点，水微微开火啊，咱们给里边来点面条、小油菜。再来点豆芽，水开后啊，咱们把面条给它捞出，然后过一下凉水。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胡萝卜丝、黄瓜丝、水萝卜丝、小香菜，准备好的料汁儿，倒到里边，然后咱们来简单拌一拌。我天，太香了！咱们收虾，先来这么多。嗯，哇，这太好吃了。下回啊，必须稍微再来点儿。哇，这猪头啊，吃猪头啊，简直是一种享受啊。嗯，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猪头啊做的肥而不腻啊。嗯，这个猪拱嘴下酒啊，就完美了。
猪头肉啊和这凉面简直天作之合。每一根哇，每一根都裹满了麻酱汁儿，而且荤素搭配。来点蓝腌菜，咱们稍微再来点啊，来一块，这猪头啊真是好东西啊。这个面条应该是我近一个月之内吃到过最好吃的一顿面条。猪头肉配凉面，这个幸福感直接像坐上了火箭。咔咔往上升啊。这辣椒油迷了眼睛了。